姚恒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保不慌啊！请升平，锦绣江山砸大名。满朝文武尊杂贵，何必西天拜佛成？大姐乃山西延安府的人士，自幼净身入宫，侍奉老王。老王龙椅宾天，福保佑主，正得皇帝登基。我二人明示君臣，暗通手足的一般，太后老佛爷十分的宠爱，将洒家认为义子命令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我说贵儿啊，啥？咱们爷们这字号可说得客了吧？感情啊，您撑得起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他这一会儿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了呀？怎么说够瞧的了？感情够瞧好的半天的了。太后老佛爷下了一道懿旨，要往法门寺降香，这銮驾都齐备客了吗？齐备多时，候着您请假呢。候着，待咱家请假。儿臣有请母后。
臣见驾母号千岁。平身。千千岁。儿啊，为娘要到法门寺讲香，銮驾可曾齐备？须已齐备，候旨起驾。吩咐齐驾法门寺。遵旨。不是啊。啥？齐驾法门寺啊。是。下回答。有。齐驾法门寺啊。好。Thank you.
儿啊，问问庙中和尚哪里接近，为娘也好答作。遵旨。坤儿啊，啥？问问庙里的和尚哪儿接近，太后老佛爷要打坐。这庙里的有哪儿接近啊？太后老佛爷要打坐呢。观音堂接近。后是七千岁观音堂接近。你跟他们说不就结了吗？和尚带路，校尉的白家观音堂啊。叫啊！奴才不知啊。瞧瞧客，这校尉的有什么事儿？怎么鸡帽子喊叫的？有一名女嫌冤。怎么着？有个民女儿嫌冤？候着。七千岁，有个民女儿嫌冤。怎么着，有个民女儿显冤吗？这没他的父母官吗？有他不去呀。拉出去杀了他。这杀了客且吧。后旨。听信儿。向这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遵旨。儿啊。啊！这大佛宝殿之上怎好杀人呢？可说的是呢。这是谁的主意？奴才不知道。看看女子身旁有状无状。这下位的有搜搜女子身旁有状无状。哎，别胡摸索啊。有状。怎么着？有状子？嘿，这是成心地打官司呀。七千岁有状子。怎么着？他有状子。有状子。孩儿啊孩儿啊，你的差事可得来了。奴才什么差事啊？跪在丹池高声朗诵，一个字一个字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念给太后老佛爷与咱家听。这课呀。课呢？你倒是课呀。奴才这不是课呢吗？哎呦哎呦，出京的时候不带你来，死结白裂跟着，如今为这点小事还不够你的蹭冷子的呢。哎呦，我哪敢跟您蹭冷子呀。念课。这哪儿冤不了你，单跑这儿冤了。你瞎嘀咕什么呢？你倒是写真着点儿啊。念课。这聚甭聚了，再聚就不够材料了。他
官是这头一个字念句，念可。这句告状人民女宋氏巧娇为夫含冤屈啊！照着这个劲头往下念，这谢民女年16岁，细眉武县人士，生源宋国氏之女，不幸母亲早逝，谨遵父命许配世袭指挥傅鹏为妻，六历城尚未合谨，是父傅鹏因丁父忧，故未出任为官。自清明佳节上坟祭扫，祭扫而归，打从孙家庄孙寡妇门前经过，无意失落玉镯一只，被孙玉娇拾去。室友刘媒婆从旁窥见，傅鹏走后，刘媒婆用言语喝诈玉娇，骗去绣鞋一只，回得家去，傅一遗子屠夫刘彪自大街之上寻袭傅鹏，欲行讹诈，敬地保刘公道等劝散。事业间，孙家庄孙寡妇门前刀伤二命。次日清晨，地方呈报，县主检验男尸有头，女尸无头。县主在尸场见玉娇腕带玉镯一只，追问情由，玉娇供认袭尸得傅鹏之物。县主即将傅鹏捉拿归案。是傅鹏乃息怒书生，怎经飞行？可怜屈打成招，掐禁在肩。小民女闻知此事的确，这才匍匐前来跪叩千岁爷台前。千岁爷若肯准状，犹如不应见日，草木逢春，明里等皆扫香黄，感念千岁天恩，于万一故三安上告，哀哀上告啊！有姑奶奶，你倒是少写点儿啊！千岁，请看。嘴里清楚，这气儿还挺足，孩儿啊孩儿啊，真难为你了。就是嘛，人家孩子才多大啊。状纸在此，母后请看。将那女子带进大佛宝殿，为娘要亲自问话。遵旨，贵儿啊。啊，将那女子带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下位呢？有。将那女子带进大佛宝殿，太后老佛爷要亲自问话呢。是。这一女子请来。Thank you.
着一告状小妞儿，上面坐的是太和老佛爷，这一旁坐的是我家千岁爷，有什么话只管朝上回，别害怕，都有咋叫我拿。是皇太千岁用叫啊！奴才不知道啊！太后老佛爷的宝座离着近，这惊了驾是咱家担呐、啊，孩儿啊孩儿啊，还是你担呐、啊？奴才担待不起呀、啊！瞧瞧客，下位的哟，什么事儿又这么鸡毛子喊叫的？千岁爷护卫什么？千岁爷虎威出了京了，不要就够使的了。再者说太后老佛爷宝座离着近，惊了驾是你们担哪、啊、孩儿啊孩儿啊，还是咱家的我担哪、啊、小人们担待不起。哦，你们也知道担待不起，还不给我下去。嗨，说你呢，叫我说你们什么呀，二崽子！哎，我说我的，你倒是唱你的。皇太
女子之言与状子大略相同，母后定夺。吾儿将此案审民，审死为娘将相齐家。齐家呀，齐家呀。指望出得京来走走逛逛，没想到遇上这么档的逆事。逆事您也得办。我可怎么办呢？您就瞧着办吧。哎，真可得嘞，这法门寺归哪儿管呢？梅武县所管。梅武县他来了吗？来倒是来了，请个二摊要回客了。好大的架子。架子不小啊。咱爷们逗逗他，逗逗他。叫校尉的把梅武县给我递了来。校尉的哟，给我递了梅武县去。哦，我说告状的小妞，咱家提调你家父母官去了，等他到了只管与他对峙，不要害怕，都有咱家我呢。传帐千岁。还真快呀，甭问，今儿没堵车。梅武县道，梅武县道，梅武县道啊！你在我这嘀咕什么呢？哎呦，我这还嘀咕呢，梅武县来了。他在哪儿呢？哦，好大的眼眶子。您顺着我的手纹瞧，耶，就那对儿啊，人不论对，那块儿人也不论块儿，哪一位？别僵着他，对，别僵着他。我说下面跪的，敢是梅武县的县太爷吗？臣不敢，赵我脸。他叫什么？赵脸，就是捞面的那个赵脸。他是姓赵，叫赵莲，对，屁股莲那个莲，莲头，莲头。见了咱家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你有什么罪？抬起头来让咱家我瞧瞧你。谢千岁。啊，好一个大胆的梅武知县，孙家庄何爷之间刀伤二命，一无凶器，二无见证，无故把个市旗指挥拿问再见。我说哥哥啊，你那眼睛里面还有皇上吗？没了，没了。你既瞧不起皇上，还瞧得起咱家我吗？嘿，老爷子，这话得这么说，他既然瞧不起您，难道说他还瞧得起佛吗？你算哪颗葱啊？
把沙漠壳摘下来，两块两块吧。摘下来两块两块吧。千岁，杀人的凶犯不用说，是你给他买的刀啊！天祖，哦，好的。轻轻的打官司可不要拉扯好人呐、啊！不敢。哎，老爷子，这状纸上有个刘媒婆。哦，有个刘媒婆，在哪儿呢？您瞧，在这儿呢。是有个刘媒婆。刘媒婆住在哪儿啊？是在北岸。那么你呢？也是在北岸。糟了糟了糟了，棍儿 啊！把这么好的孩子跟那些嘎杂的住在一起，日子长了他能有好吗？简直没好。你呀，趁早找房搬家。你给他房钱得了吧，我还住庙呢。给我提了刘媒婆去。下位的哟，给我提了刘媒婆去。啊，棍儿啊，把这状子给那县太瞧瞧，跟他说当了一任好父母官，众儿女不幸无恩可报，用张字纸就把他给刷下来了。县太，县太，县太，啊，公公，公公，我还对婆婆呢。千岁爷说了，您做了一任好父母官，众儿女不幸无恩可报，弄张字纸就把尊家您给刷下来了。惭愧，惭愧呀、啊！要铺了买去，拿去瞧瞧。哎，我说你认识字啊？儿家心是吃甚念有不识字的道理。县太爷会认识字，呵呵，难得，呵呵，难得，拿去瞧瞧吧。据告状民女宋氏瞧瞧啊，这瞧瞧儿子好像是在哪里见过，怎么一时想他不起？是宋国时之女，名唤巧娇么？
朕是为何告辞刁状？匹夫甚远，何为刁状？先前为何不告？不知相亲。日今年才知有理，才知有理。这是有王法的地方，不是尊家您那个小塌塌眼儿。千岁呀！跪下跪下跪下，这是谁呀？这就是那刘媒婆，您闻这股子味儿。你瞧这德行，三曹对案给我说。千岁爷容禀。奉一将是玉镯陪我看那剑，因此上狂行无限，勾践卖剑。好的。
银，三年你也办不来。儿啊，啊，把这锭银子给那告状的小妞，跟她说官司算她赢了。哎，可还没落案了，哪时传哪时到，来一趟给一趟，今儿回可吧。啊，妞儿，妞儿，嘿嘿，来了来了。哎，公公，您叫我呢？叫你呢？你都成妞他姥姥了，那边待着吧。我小名叫妞。哎，去去去去去去，没叫我，我再回去。公公何事？这一告状小妞儿，千岁爷说了，官司算你赢了，可还没落案呢，哪时传哪时到，来一趟给一趟，赏你官宝一锭，拿回家去买点应用的。哎，可别买那个化妆品呐。多谢千岁。甭谢了，回客吧。啊，太爷。说什么？你抬头观看。看什么？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呢。这孩子敢说话，你高定好刁状啊，还知道你姑娘的厉害，还不与我下去。哎哎哎哎，谁不知道你是县太爷，当着我你还敢欺负他呀？呀，你躲开这儿吧，把纱帽盒给他戴上。来来来，戴上戴上啊，别着了凉，待会儿还得唱呢。我说县太，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限你三天将一干人犯带齐，少一名要你的人头下课。谢千岁。老爷子都走了，都走了。嗯，棍儿啊，可累着了我喽。可不是吗？您哪受过这个累、啊、咱们爷们在宫里哪问过案子、嗯、这要是搁往常啊，您还没起床呢。哎，真可得嘞。什么时辰了？个时了。个时是几点？十二点过一尺了。你躲开这儿吧，太后老佛爷入了寝宫了。大叫请安，大叫请安呐、啊。怎样发落？千岁命那太爷三天将人犯一起带到，若不然叫他剃头来见。哎，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呀。啊，弟弟，千岁赐我官宝一锭，弟弟请收下。哦，为父收下。
本当前去，只是我儿一人在家，为父放心不下。一儿莫，日进是不怕人的了。日此我儿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就回。再放下，带刘媒婆。刘媒婆，叩见太爷。叩见买剑，可是此物？正是此物。齐姑，带刘彪。刘彪，太爷，你可曾在大寨之上讹诈富婆？小臣打架是真，讹诈是假，今有刘公刀，再劝过来。齐姑，带刘公刀。刘公刀，太爷来了，太爷来了。怎么说话呢？跪下。太爷口头，刘彪在大寨之上讹诈富婆，你可曾加一个劝来？回禀太爷的话，这个小子打仗是真的，我劝架是真的，他讹诈也是真的，种种样样他都是真的。齐姑，带刘彪。刘彪，太爷。孙家庄一刀连伤儿命，定是你这奴才所为的了。小臣只会宰杀牛羊，不会杀人呢。他不着，与我打。有招有招。说，那日小臣宰杀牛羊回来，打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房门半掩，小臣掩身而进。只见床上有一男一女的护身，小人之时，那孙玉娇与傅鹏在做勾铁之事，小人手执宰牛的钢刀，我就咔嚓，怎么样？一刀杀了两个，小人乃是粗犯，下回我就。不干了啊！回来，带一刀连伤而命，还说是粗犯。我来问你，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往哪里去了？刘公道斋传不公，将人头丢于他家了啊！齐姑，带刘公道。刘公道，太爷又来了，太爷又。
跪下。参见太爷。身当相约，隐秘人头不报，该当何罪？人头？什么人头啊？不是在脖子上扎着呢吗？他不着，你我打。呸！哎，别打，又着，又着，又着。说，回禀太爷的话，有那么一天儿，也就是顶经来天儿，不到二经天儿，二经来天儿，不到三经天儿，这三经来。哎哎哎到底什么时候？是个二更半半儿吧。小人我在账房算我那二八流水账，就听他后头院扑通的那么一声。刘公道，怎么着？那是老子与你送人头去了。问怎么着？那个人头是你老送去的？哎呀，我谢谢你老人，不成敬意。哎呀，这个人头见这小人可就奇了怪了，他就滴溜溜溜溜溜，咕噜噜噜噜，他就不见了。打不着，我打。嘿，哎呀呀，别打，别打，又着又着。说，小人我怕不打官司，我把他丢在朱砂井里了。带马打到朱砂井，打到朱砂井啊。快快打捞上来，我做眼来。是。齐太爷，脑后有一大伤，乃是铁器。齐姑，带刘公道。刘公道。参见太爷。丁诺的死尸是哪里来的？死尸，他是古来就有啊。他不着，与我打。呸！哎呀，别打，别打，又着又着。说，那天小人藏人头的时候啊，这个小子在后头跟着，我怕他小孩子嘴不稳呢，我就跟他说了：“你看那个井台上有200钱，一包盒子菜，这个小子。”是个个带财迷，趴在井台上那么一看，我手持铁镐照他的后脑勺子，嘣的一下把他搞到朱砂井里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宋杏儿。哎呀！宋先生死的是他的儿子，名叫宋杏儿。哎呀呀，本县我的对头到了。人不叫人同心烧，当天去打刘公道。呀呸！哪国不称我是宋先生，要你这赃官臭奉承，报是痛苦，干么相认？这不相认啊！
喜不相认，干是搅乱本县的市场。赵连那将官，这师生乃是我儿，名叫宋心儿，在刘公道家中一位故宫人士。使我告到你这赃官台前，你放着人命官司不究，反倒我儿盗物逃走，还罚了我十两纹银。今日还了我的儿子纹银便罢，日若不然，我就与你拼了。哎，宋家，哎，宋家呀，我上告你去了啊。上告太爷去了，还他转来。是，宋先生，宋先生，齐太爷走远了。哼，无用的奴才。啊，宋先生，啊、先生请回来。回来呀、啊！本县有话对你讲。咱们私聊来吧，宋先生。将一干人犯带到千岁台前，任凭千岁发落，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禄位高升呐！啊啊啊啊啊啊！还是我这衙役会讲话呀，等你老爷公干回来，定有圣赏。将一干人犯拘役待好，前去投问御爷大爷吗？是。哎呦，打坏了！对，哎呦，对，打坏了！对，哎呀，打坏了！哎，可有了马骑了，带我来上马呀！哎哎哎哎，你干什么？我上马呀！上马，这是太爷的马。我的马呢？你的马呀，还没沾尾巴呢。我说这大官子还给马骑了。Thank you.
起冲牛刀，抬脚踹你个大钢刀，哎呦呦，哎呦呦，擦了刺来把腰丢，跟着那几两高，一个劲儿往下溜。就他娘的跑得动了，你走不走？不走，我打死你！你打，你打俺，你打死我也不走了。嘿，是个穷婆，严医生，有请太爷。何事？刘公道他不走了，你给我打，打死他也不走了，也罢。将本县的马与他趁起了吧。那么老爷您呢？只好是不行。嘿，真是个清官呐、啊！刘公道、刘公道，起来起来！走不动了，有马骑了。怎么着？有了马骑了啊！我可把这个马给诓出来了。快点的，嘿，带我来上马，驾到。我又看见他了。色换了日了换色，你把我放了
耶，天亮了。嘿，这个县太啊还绷着呢，没法子，咱们这是差事，还得伺候着。啊哈，奉了太爷命前来投公文，那边有位公公，我过去给他请个安去。请公公安。谢之汝深山隐云风瘦相亲心，慢来是夫妻山崖一千忽见那西北前天是风云起乌云滚滚河马马啷个啷当里个啷的咚，请公公安，请公公安，我请公公安呐！哎呀，这还有个人呢。我说，嗨嗨嗨嗨嗨，你是哪儿混来的？我是梅武县来的。梅武县来的，谁叫你来的？我们太爷叫我来的。干什么来了？投文来了。拿过来。干什么不吆喝什么？是，还得找你要。那边待着。是是是，这是有尺寸的地方。是是是。这倒不错啊，捞面不焦卤，白皮儿。我说，嗨嗨嗨嗨嗨嗨，哎，公公，你们县太就把这个交给你了啊？这不是文吗？我知道是文，真格的嘞。你是怎么来的？哦，您问我呀，我是打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走来的。嘿。真难为你呀，会打衙门口一步一步的走来。老您家把两条腿扛到肩膀上，给我得滚回去，叫我骂你什么呀，驴杂碎。哟呵，我碰了，有请太爷。头文怎么样了？文没头上，我胖了。哼，我用的奴才，得瞧您的吧。哎，你说这个县太啊，你就不对。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我倒有什么难买难卖的。再者说了，你不来，打发个明白人来呀，打发条狗来，瞧着我生这一肚子气。啊，公公，哟，县太，你来了，来了，你还来呀？啊，老爷子早就问下来了，哦哦哦，我一直拿好话给你这折磨着。谢公公，这算得了什么呀？谢公公，哎，您是头文来了？头文来了，这案子都办齐了？带齐了。人犯一名不拉，一命不烧。嘿，真不愧是二甲进士出身。公公夸奖。文呐，在这里。你拿过来呀，跟我办事儿，用不着这么处处探探的。我这个人最喜欢交朋友，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哦，谢公公。
这倒不错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哎，县太，公公，您是头文来了？头文来了，这案子都办齐了，逮起了，人犯一名不落，也民不少。嘿，真难为你呀，三天会把案子都办齐了。这也就是您呐、啊，这要是旁人，甭说三天，三年他也办不了。公公夸奖，公公夸奖。可是怎么着，老爷子早就问下来了。哦哦，都我一直拿好话给你这这嘛着。谢公公，谢公公。这算得了什么呀？哪个不是交朋友不是？哎，县太。我在这儿可伺候您半天了啊，说真格的嘞，您还不明白吗？县太，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不是这样的头发，还是怎样的头发呢？怎样的头发？那是对问你呢。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不懂得交朋友啊？你也不想想，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你不是为了升官换纱帽吗？我为你跑上跑下，跑坏了一双靴子，还得自己花钱买，不是为你一个人活着的。我拿话领着你，你跟我这装糊涂。我说你这个人，叫我说你什么好啊？哎呦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呀？可气死我喽！过来，太爷，我这里面的兑换票呢？我换了现银了。银子呢？银子在这儿呢。拿过来吧。您不是赏给我的吗？哼，还不与我滚了下去。哎呦，有这个我也投得上啊。哎，你说这个县太啊，我拿话领着他跟我这儿装糊涂，真是岂有此理。阿公公，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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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太，这我可得罚你！我拿话怄着你玩呢，你怎么动起真格的来了？这可是腐败的事情，你呀，趁早拿回。甘某县亲，哎，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倒得揣起来。县太，可不是我吓唬你啊，老爷子天没亮可就问下来了。哦哦哦，好在呢您的案子都办齐了，可就是您来这时候啊。完了。谁说完了？你再睡一觉都来得及。来来来，还没吃早点了吧？我给你张罗张罗啊。我说孩子们呢，县太爷来了，给我伺候着啊，把我那点心盒子拿出来给县太爷切茶倒西瓜。你不花，我让你花你就得花。有请千岁爷。出京乐安然，在京出京君也般。为我县公文一爵，当堂撤封啊！
文来了。我梅五仙头文来了，早就来了，一直在外面伺候着呢。我瞧您这儿歇着呢，没敢惊动您。老爷子，您瞧啊，这是他亲自投的文，您瞧这字写的多有比例呀，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那是那，您再瞧这一勾。哎，你瞧着我的眼睛。他写的好啊。他写的好。陈格的嘞，他念什么？陈格的嘞，你念什么呀？起开这儿吧，把梅五仙给我叫进来。仙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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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叫你呢啊！来来，跟着我来。哎哎，别忙，别忙，我先给你交个底，待会儿进去用不着处处摊摊呢，给他来个硬顶，没错，都有我呢。来来来，哎，别忙，别忙，我先给你报个门，报梅五仙高进呐。叩见千岁。还有什么说的吗？千岁永别，一般人犯罪歹徒忙求千岁坐定的顿。你是县太，你做定夺不就结了吗？你老爷子，大小您倒是给他拿个主意呀、啊！有道是水大漫不过去鸭子。他是水大漫不过桥去，哪有这么大的鸭子？那瞧瞧瞧！我说神哪、啊、问哪、啊、大呀！老爷子，老爷子，您这是怎么了？我怎么的了？这县太爷跟众儿女伯姓跪在一块儿，也不好看呐。那怎么着呢？您倒是叫他起来呀！那就起来吧，县太，起来吧，起来吧。谢千岁。我说来呀，神哪、啊、问哪、啊、大呀！老爷子，老爷子，您又怎么了？我又怎么的了？哪有县太爷站着审案的？那怎么着呢？您倒是赏他个公案桌，再赏他个座啊！咱们爷们是哪有他的座啊？老爷子，咱们爷们是外场人，不要就够使的，不要就够使的、不要就够使的，那就坐下吧。坐下，坐下，坐下吧。千岁在此，臣不敢坐。哎，给脸不要脸，叫你坐你就坐吧。谢千岁，公公请坐。您甭让，我掌管了。我说县太，咱家久居宫中，可没审过案子，待会儿有那漏兜的地儿，你可兜着点儿。咱们这可是一台子戏。对了，不是耍木偶呢。投案带谁？带刘彪。带刘彪。走。参见千岁。我好大的嗓门啊。这小子准是个唱大花脸的。哎，这大花脸专凑你们小花脸。这会儿他可不敢。说好的，千岁。半夜三更睡不着。住了吧。半夜三更睡不着，你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满处杀人呢？千岁。尊体山，千岁听我说，事到兴了凶，我的错，难道一个去就两个人头落？我杀的也不多。吐了吧，刚到一局两个人头落，这钢刀要是不举呢，那人头也不落呀。我说县太，一刀连伤二命，问他个什么罪？孙家庄一刀连伤二命，按律凌迟，千岁开恩就赏他个斩罪吧。斩罪就是拿把刀把他脑袋给切下来。对了，那多疼啊。那您就恩典恩典他吧。我恩典恩典他，用那小刀一刀一刀给我剐了吧。剐了他。
带刘公到。带刘公到。给千岁爷叩头。还有什么说的吗？千岁爷吃饼啊。他犯万法当相约。住了吧，怕犯王法当相约，相约就是地保，不用说你是个好人呢、啊。哎，是个好人啊，老爷子，他可是个好人。好人有这长相吗？这好人不论长相。坤儿 啊，你总得向着他。怎么呢？你们都是唱小花脸的、嗯。我们同行可不是冤家。不好的，千岁爷在吃饼啊。尊一声，千岁听我说，打死了心儿，我的错，王法跳啊跳，我脱也脱不脱，还迎面搏搏，大天啰嗦，举也杀过。住了吧，这小子还一套一套的啊。我说县太，隐藏人头不报，灭人宗嗣，问他个什么罪？身当相约，隐秘人头不报，绝人宗嗣，按律当斩，千岁开恩，就赏他过绞罪吧。绞罪就是拿颗绳子把他活活的勒死啊。对了，那多憋得慌啊。那您就恩典恩典他吧。我恩典恩典他，烧上一锅油，把狗的给我炸了不？哎，千岁爷，跟你老商量商量，你把那个油钱呢，周济给俺，哎，那个干锅包呗。这老财迷，舍命不舍财。压下去，带刘媒婆，带刘媒婆，给千岁爷叩头。还有什么说的吗？千岁荣禀。山头花红把媒说，够了吧？山头花红把媒说，比方这么说，东抓有个小小子，西抓有个小姑娘，经你这么一穿说，成了小两口，你图点彩礼钱，咱家我恨透了你这种人。老爷子，您恨他干什么呀？不是 啊，咱们爷们儿这辈子也用不着他。用不着他。不好的，千岁荣禀。死吧魏婴去。爷们啊，千岁有道是自大不由母啊。是哎，老爷子，县太这句话可就把他给保下来了。那您就恩典恩典他吧。我恩典恩典他。我说县太，我将刘媒婆交付于你，按律治罪。下去，带富婆，带富房。叩见千岁。年轻轻的不好好读书，弄着镯子满出乳骨，这幸亏是玉的，这要是硬面的，那我就把它点吧了。哎，不摘食，廊下伺候着。谢千岁。孙玉娇，带孙玉娇。见千岁。年轻轻的大姑娘不好好学习针织，满市井的找便宜，这幸亏是玉的，这要是金的，还不闹到金銮宝殿上去吗？啊，启千岁，老皇太要见见孙玉娇。怎么着？老皇太要见见孙玉娇？别忙，我打听打听。您打听打听。县太，老皇太要面见孙玉娇去的吗？他乃黄花幼女，可以去的。哦，他乃黄花幼女去的，这要是金针木耳呢？那我就把他勾卤了。这长骨头想吃北京的打卤面了，还是大碗的。多磕头少说话，随咱家来。宋巧巧，
见千岁。姑娘，官司算你赢了，好好回家过日子去吧。有人欺负你，都有砸下我呢。小女子要面谢皇太。怎么着？你要面谢皇太吗？闺儿啊，老爷子，这孩子有良心。有良心。天太，天孙，他有来头。有来头。他大有来头。大大的有来头。他没来头能把你告下来吗？得，老爷子，您这一句话不要紧，县太爷掉炉坑里了。我跟他熬着玩呢，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天孙，天太，他要面谢皇太去的吗？他也去的。怎么到他这儿也加个也字？去的，去的，去的，去的。多磕头，少说话。随咱家来。我说县太，天孙，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比作何来？您且听道。小弟皇太一见孙宋二女十分欢喜，封为玉带二位夫人，双双许配富朋，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拦着点，拦着点，我没准备呀。拦不住喽，拦不住喽。起来吧，起来吧，哈哈哈哈。哎，老皇太真会打扮，他们都跟一朵花似的。还是灶王宫三托，你看这小福棚穿戴起来还真有点官相。是些指挥吗？校期满了怎么不出来当官啊？命案千里，要是你耽误人孩子，那您就赏他个官吧。我恩典恩典他。路过故城，短个肚子，你赶着肚子去吧。多谢千岁。赵莲有罪，赵莲有罪呀！哎呦呦，老爷子，老爷子，这一案抵一案，一命抵一命，人家有什么罪呀？他没罪，没罪了。他一点罪都没有吗？一点一丢丢一齁齁罪都没了。那就起来吧。哎，起来吧，起来吧。嗨，你说没罪他就没罪了吗？哎呦，赵莲有罪哟，掉到酒缸里连骨头都醉了。我看你们俩熬着玩呢，快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没罪，没罪不成，我得罚他。他是清官，您罚他什么？我罚他个买办。我给您研目。赵莲，这有公文一绝，命你去这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拨文银2000两。去至苏杭为孙宋二女办两份嫁妆。哎，这可是我送的，是您赏的。事儿办好了，咱们爷们儿亏待不了他。县太，老
子要给你升官换纱帽了。不是哎、我这心里想的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老爷子，我不是您肚子里的那条混世虫吗？那多脏啊、来来来，现在现在跪下跪下跪下啊，老爷子您就封啊封啊，没错封吧。别急，我还没奏请皇上呢。那还来得及呀、您这会儿就是站着的皇上，您呀封啊封啊，您就封东村。县太，你刚才那点运动费可没白花呀。老爷子，我守着您还短得了这个吗？我封他个什么官啊？您想想，路过凤翔府，短个知府，你暂作知府，待我奏明圣上再提拔你呀、下课。谢天尊。这算得了什么？